Şimdi ne güzel.还在进人，然后现在是已经真的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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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。看看呢，这是隔离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隔离的地方哈。这是隔离的地方啊。这就是我们隔离的地方，隔离的地方人多不多？垃圾在这里，这叫隔离吗？没病的搞得有病。你们说这像不像隔离？这像聚会耶，交流会耶，这像打仗一样啊，人多不？这叫做隔离耶，这叫做没病都传染病出来。这里是桂溪市信江桥头的龙兴时代广场工地上，从8月22号开始，工地上陆续有人得了阳性感染，到现在已经是5-6天了。现在工地上已经有6-7个发烧感染者，电话打了好多，一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。也没有防疫人员上门做核酸了，现在我们连最基本的防护口罩都没有了，2-3天都没吃过一顿饭，也只是吃了一点泡面。我们是来自外地的农民工，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真的好无助。希望大家帮忙转发，恳请大家了。这小区里已经封了，封了一个门，现在只剩一个门了。也是不让出，也是小区里想出来不让出，怎么说都没用啊，不让出来。买点菜，快点回去。门口的菜市场都是出来买菜。我们小区门口，看着卖菜的，多少人？出来一个卖菜的，跟超市别的地方都让停了，都关门了，得歇业。出了一，据说是到明天晚上12点就解封。超市别的都关了。谁知道呢？刚才也是接到、这个、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门口有保安的提示吧。超市还开着，肉夹馍也关门了，理发的也关门了。
这个动物医院、足疗地儿都关门了。小区现在是只进不出，小区门口现在得让人出来买些菜，不能堵死了。买点菜必须得回来，估计到晚上五六点的时候就不让出了。据说是石家庄现在全市、全小区，不光是桥西区了，都得只进不出。应该是一家只让一户出来，一家一户一个人出来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新华区的某个菜市场上，好多人前来买菜啊。刚才一度出现了疯抢的状态，据说好多是从超市没买成菜，然后跑到这儿来买。中午就没饭吃，晚上又没饭吃，都开始领物资了。这他妈要饿死人呢。开始沟通，开始沟通饭的问题。半个小时了，实在不行叫警察吧，你看行吗？啊，实在不行叫警察把我带走吧，你这不管我呀。搬搬搬搬搬搬搬，全部都要搬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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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说要封城，哇，全部来取货。那个，全部取货，取货出来，猛得很。哎呀，我们是要去封门了，封门了，不准出来了，这样整对了。哎呦，咋办咋办？